有强大的队长 Race， 聪明的万能博士 Tomo Tomo， 惹人喜爱的 Wiki Wiki， 调皮动作快的 Little Pig。 哈，今天我们又做了一件好事，这是我们的大使命。我们来自宇宙的保卫星球，来到这里是为了保护着大家。 1, 2, 3, 4, 5, 6, 7, 8，担心老板，经过我改造的一定很好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没事没事，正常的。哇，真的好厉害呀，汤姆，谢谢你啊。那这真的没问题吗？相信我，绝对没问题。汤姆，你真好，这些棉花糖你拿回去吃吧。谢谢老板。快快，那有棉花糖吗？老板，我要一份棉花糖。你好的。还要两份。棉花糖真好吃，如果我能自己做出好多好多的棉花糖就好了。我们也想。哇，棉花糖！汤姆，这些棉花糖是你给我们带回来的吗？我在公园帮老板修理棉花糖机，他送给我的。汤姆很厉害呀。我觉得还是不够好。我本来是想发明一个一分钟能做999个不同味道的棉花糖机。哇，一分钟做999个，那么多，谁能吃得完呢？不用那么夸张吧，小心物极必反呢。我的发明不会有事的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发明的一分钟能做999个面包的面包机。咕噜咕噜。小心无极必反，一定是哪里出错了，等我汤姆修改一下就好了。没有棉花糖吃了，我好想吃啊。要不我们再求老板给我们一个吧。老板不在，那就我们自己来做吧。太棒了！
克力味道加香蕉味道的。我要苹果味道加草莓味道的。好的好的。冰冰你真厉害呀。这没什么，我要做更厉害的。我要做一个全世界最大最好吃的棉花糖出来。各位，世界上最大最好吃的棉花糖又来喽。奇怪，为什么不出来啊？是不是坏了呀？怎么会呢？那台棉花糖机用坏了。啊，这不是我修理的棉花糖机吗？那汤姆，你去把棉花糖机关掉。维奇，乐平，我们去救其他小朋友。去那里拔开电插头，有什么办法？维奇，用泡沫为汤姆开路吧。没问题。帮帮龙，快！
我不应该乱用这台棉花糖机的。我也有不对，我不应该不看机器的承受力肆意改造它。算了，你们知道错就可以了。而且你们也尽了自己最大努力来挽救自己的错误了。老板，我们会赔偿一台新的棉花糖机给你的。对，我们已经决定了，要做一台更新型号、更多功能的棉花糖机给你。从遥远的宇宙来到美丽的星球 ，We are Dino Dino Dino， 并肩一起奋斗，天高海阔任我游。只要同心协力，困难就没有。